为了表现你是功夫界最牛的，你会做很多傻的事情的。真系嘅，喺电影片入边啊，我讲真说话，我系讲真说话。我们就拿起什么都能打。不用护甲，你就光替我吧，打我的脸，好啊，你就打吧，打完肿肿的没关系，打左边吧。他看着我们，就跟我用武行说。这样你们也敢做吗？这个动作谁做谁死啊！这里完了，看到那个人头都疼了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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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本那不是人玩的东西。你不是让我蹦下来的，你是让我站在那那个背下来，背呀。你让我想都不敢想，这都谁设计的？等等，大不大？有边个讲唔得嘅大佬？系我好多时都大步揽过嘅啫，真系唔好彩啦，死咗几次啊！他老不跳，那我就骂他两句，骂你。